在打游戏啊，做主播啊，继承你衣钵啊，什么什么的啊。其实我特别特别厌恶这种话啊，因为作为过来人来说的话呢，因为早年沉迷游戏等等等等的原因啊，我非常早就步入了社会啊，我不到14岁我就步入了社会啊，使得我自己呢啊，就现在的自己啊，知识方面的问题啊，缺失的太多太多了啊。常言道，知识就是力量啊，没有知识的人生，他真真正正就是不完美的啊。再到自己知道后悔的时候啊，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啊。所以我有责任，不管在任何的时候，一定要用尽任何的方法啊，去表达这种意思给自己的子女，是给自己下一代听啊，不要因为玩游戏等等等等这种比较 low 的原因啊，就早早放弃求学的道路啊。再者呢，就是这个视频开头可能有的网友听到说啊，老跟小孩说哎，打你什么的，哎，反正他听到这里会比较反感啊。其实呢，打就没有真正的打啊，这只是每个家长就是教小孩一种方式啊，这是我自己在小孩两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定义好的一种教育方式啊，就妈妈鼓励啊，爸爸严厉啊，不然呢，你在小孩不听话的时候呢，你就没有一种约束力去约束他啊。因为小孩子他是比较容易犯错和特别任性的嘛，啊，你也要有一个就是他害怕的人，可以治得住他的人存在啊，才能约束住小孩子的行为啊，任性的脾气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再者，以后视频的风格呢，可能会经常出现一些有意思的摄像头直播片段啊，后面呢，就尽量放一些原声视频什么的给大家看啊。因为很多网友呢反应也是比较喜欢看原声视频，那么现在就跟大家再讲一个福利啊，然后斗鱼的这个 CF 板块啊，和穿越火线的官方联合搞了个活动啊，叫那个什么军火基地啊，也就是说呢，大家每天到我直播间啊，关注我啊，或者你去看其他 CF 主播啊，你在看直播啊，然后和累积发10条弹幕啊，就可以去免费的领装备了啊。具体什么装备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啊，因为我一向不太懂这些东西啊。然后呢，我的斗鱼房间号是53911916啊，有空看直播的朋友可以经常来和我一起 happy 啊。好的，那么最后再掐个饭啊，就给大家开始原声啊。这说到咱们的这个猪号店啊，现在急需这个手游的号啊，各种各样的手游号啊，有想玩各种游戏号啊，各种各样的游戏的游戏号啊，或者说想出租挣零花钱的啊，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猪号店啊 ，QQ 公众号80084919，昭和猪的高分层啊，有不想玩的游戏号可以放在这里出租啊，但是出租之前一定要看清楚合作协议自己能不能够接受。好，那么视频就给大家解说到这里啊，让我们来欣赏本期视频的原声吧啊，这期视频的原声呢是。记不清了，就瞎玩吧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解说给大家带到这里，欣赏原声吧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喊到。白房一血，下包吧，下包吧。哎，对了，下包，听到没？一血，别管，你走，下包。一不小心就赢了。战斗开始，别跟我说你还没起床。上了包，要把他们全干掉哦。小心 A 拐呀！A 拐到了 ，A 拐到了，屁股。抓你了，那边来了，这个大残，等一手，赢了，我相信队友，啊，这个就送了呀，竟然平手了。
对面女主播啊，你硬一硬啊。今天玩点什么好呢？老掉血，吃我一记手雷！真是有趣。为了在南门，还不够，一不小心就赢了呢。看着我，不要反抗了，赶紧结束吧。二点一个狙，加油哦！这里还是过了呀，终于结束了。这居然是过了吗？我靠！保护目标的任务就交给我吧。Smoking bomb, blast bomb, smoking bomb, blast bomb。地点集合，走喽。Fire in the hole。天哪，他家大哥俩去。有广告吗？打个广告。阿 B 了 ，A 点集合，出发了。我们家，A 也有，我到底看哪边？这个人是在卖我的。我一看这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就知道他妈的。但是这个为什么要放雷呀？我不放雷，我被人打屁股呀。这个傻逼不帮我看看，真是可惜。把我当小学生了，这傻逼妈半天不来，队友卖我。来吧，一起玩点游戏。敌人就在前面。拿门。来补门啊，输了输了啊，我以为他不敢出来的，结果这个人敢出来。